GG 3-0。好，加了。进了，刚在出门操人哦。啊，今天比赛结束的时候，Olay 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字，哎，最后一个 kill，我们最后拆珠宝好像有一个人出来给我们杀，Olay 突然冒出一句话，我们吓到，他说：“操他，操他。” 他只有在快赢的时候才会突然会讲中文，不然平常他根本记不住中文。哎，有机器人刚在，有机器人哦，打架哦！等，别，这有眼，撤了撤了撤了，时机已过。哎，拜托啊！这个 Olay 讲那个不要乱讲啊，我怕他被 Garena 禁赛啊。你比赛不知道能不能讲脏话、欸，操他不知道算不算脏话、啊。哎呀，刚的这个开战点选择硬抓丁特，但是我们的 Toys 在这时候跳出来了，他就是东厂锦衣卫。对，他的这个大绝让丁特变成超级巨大的雷克萨，所以 Sniper 要拉掉的点太差了。刚刚阿里的位置是完全的脱节，这边是 HKES 想直接结束这场游戏，直接来点这个门牙的另外一颗牙齿。Toys 进来之后变到小安，哇，这应该是掰了，没了。哇，陈总一个人看着自己家的这边的珠宝爆掉了，那 HK。